逮捕令。你胆子太大了。让他抓，硕大无比的黑洞，多神秘！张峰跑了，你可够黑的。我受够了你对我这样的折磨！来呀、啊！全部开枪验货！不肯离婚！你死了，我现在就是个罪人。我这次是免费辩护，你太天真了，犯的可是死罪。你知道我爸是谁吗？是。我不该让阿强干这事儿。黑社会背景的犯罪集团，屁就放。为什么呀？事实的真相。什么叫犯法？谁让你们去的？想拿我的儿子开刀？这帮王八蛋！没看错。不行。怎么了，哥？我从来没有见过您这么犯难。不就是发现了一具尸体吗？这种事情，咱们也不是一次两次了，有的是办法。但是这次不同啊，小瑞，我明显感觉到，他们已经抓住了我的双手，并且正在逐步的捆绑我的全身。这次是真正的站在前排了，是生死攸关的时候。不会，你一定不会。就算退一万步讲，就算他们抓住你什么了，还有我胆。我盼这个时候已经很久了。小瑞。小瑞呀，小瑞，你还是太年轻啊！你想想，他们连丽丽的房产都查过了，那还能轻易的放过我吗？啊？那可是杀人现场啊！都怪我们当初太大意了。哥，没有那么严重。您看，要不然跟聂总说说。他是不是会有点办法？他，我太了解他了。我曾经为这个公司顶了不少事情，但是这次不同。这次是事关公司生死存亡的大事，在这个时候，所有人首先考虑的都是自己。我说的对吗？您的意思是，聂总会抛弃我？要是这个时候他出面的话，那就是我们的死期到了。其实，我也感觉到了，他要真那么做的话，我这几年可真是走了眼了。可是，他要真那么做。就不怕咱们把那些事情都给他抖出去？他怕什么？啊？你真是涉世太浅呐，还不真正了解这个公司的运转机制。我们的职业是什么？啊？就是善于抓住别人的弱点。这样吧。我给你准备了80万，赶快办个出国手续，等事情平静下来，我去找你。哥，别说事情还没有严重到那个程度，就到那个程度，我也不会走。我跟了您这么多年，你应该了解我。哥，以后您别再说这个走的事情了，好吗？
现在我们还有时间把张峰送走。你我都清楚，你这是开玩笑。他一走，水落石出，露出来的不是你龙腾公司和聂明宇，还会有别人吗？最后露出来的恐怕是你吧。舍租保帅的道理不用我跟你说吧。张峰这个人我了解，自打他落难以后，他跟着我十几年了，是个性情中人，但是报复心理也很强。我担心的是，一旦张峰落到刘振汉的手里，悬呐。你是老手了，不用我替你支招。人都是有弱点的嘛，是不是不忍心下手啊？不谈这些，老爷子那儿怎么样？老爷子基本上稳定下来了，现在最大的问题啊是刘振汉，谁能说服他放弃？自打这个案子落到刘振汉的手里，我就没有打算过谁能说服他撤销。那你的意思是？老爷子过两天过生日，想请刘振汉吃饭，我估计他想借机会和他谈谈，谈好了呢万事大吉，谈不好。老婆，陆广书记又来电话求留消息了。催也没用，我刚才才跟刘振汉通了电话，人家现在每天只睡一个多小时了。老婆，你看，都年底了，工作这么忙，你这考核审计啊、年终评议啊都上来了。这个时候你说不跟市领导把关系搞好了麻烦了。你知道不知道现在这些事儿啊都纠葛在一起，而且这矛头啊好像都指向了局长。政委，大刘，大刘，老刘，我要去立刻批评张峰。哪个张峰？龙腾公司副总经理。怎么，龙腾集团真的查出走私的证据了？哪儿啊，现在说的是胡办女尸案，现在查了查去也查出跟龙腾集团有联系了。是吗？哎，那赵志刚抓到没有？今天早上海上渔船进行捕鱼作业时，大楼上的两具尸体，其中有一具就是赵志刚的。那么另外一具应该是死于他一起出海失踪的亲戚。现在已经有人抢在我们公安机关之前杀人灭口了，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，我希望能够立刻批捕张峰。我想了很长时间，决定还是不干了。这公司我实在是待不下去。聂总对我不错，可我总觉着不是滋味。我这人是街头上野惯的，这儿不适合我。这样，你呢，再好好想想。啊，我今天有事没时间，到时候跟你好好聊。小薇，你先跟他好好聊聊啊。张总，这合适吗？这有什么不合适的？我有事儿，完了随时跟我联络。哎，好好聊啊！交个朋友。喂，张总，啊，有话你们说啊。哎，云柱，又有什么犯难了？跟我聊聊。市局老郭来电话说，庞天岳、刘振汉要对龙腾集团动手了。怎么，他们要抓人？郭政委说，庞天岳要下批捕令，要逮捕龙腾集团的副总张峰。什么罪名？什么罪名？老郭没说，
不过师长，这可是个信号，离他们市局要交报告的日子还有三天，他们突然要抓龙腾集团的副总，是不是他们已经确认龙腾集团有问题了？那他们要是有问题，那就有问题，我是应该回避的呀。师长，我知道您是因为聂明宇一直回避这件事情，可是我实在不忍心看着这些人用聂明宇这件事情兴风作浪，破坏天都市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。师长，现在钱市长还没回来，市里的事情由您来主抓，鉴于龙腾集团的各方面影响，我觉得抓张峰要慎重。咱们是不是把庞天岳找来问问情况？这个谁？楼下水管坏了，聂总让我上来看一下。好，请进吧。谢谢。来了，来了。张峰怕是顶不住了。这个我知道，张峰那边早该做决断了。所以我让你回来呀，你懂吗？叶总，我和张峰一样，我这条命也是您给的，但我不会做任何对不起公司的事儿，这点您放心。去干吧。今天是聂叔的生日啊，刚才冯毅已经来过电话了，我想让你替我去看看聂叔。我想这件事我没法替你。我只是觉得我现在去看他一点不太方便，真的，你替我去看看他吧。震撼，我不管你现在做什么，你都应该去看看聂叔叔，人家对咱们不错。我会带亮亮去的，你去不去你自己决定。小区有警察来，昨天你又把我约到这儿，又不许打电话，又不能见人。要是真出什么大事儿了，你就告诉我，咱们一起商量不好吗？没出什么事儿，看你想的，是一点小事情。来，丽丽。丽丽，你看，这是我这些年的辛苦钱。这样。这些东西你都拿了，明天咱们上见面啊。我不跟你走，你肯定是出事了，你是不是犯法了？你要逃？哎呀，看你说的。跟你说实话，我的确是
遇了点麻烦。可是在天都市，你是我的唯一的亲人了。你要是不跟我走，那我也就不走了。我不是不想和你走，张峰，你知道你是我最想在一起的人，但是你得告诉我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，你跟我说实话呀。哎呀，你就别问了行不行啊。我只是想知道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，你跟我说实话呀，我求你了，你跟我说实话，我只是想知道出什么事儿了，你就不能告诉我吗？小点声，你跟我说实话，出什么事儿了？好吧，我跟那个聂明宇翻车了。我早就知道，我劝过你多少回了，你偏不听我的，非要死心塌地的在那个破公司干。这下好，丽丽，我给那个公司干，不是我也得利吗？也许事情不会变得那么糟糕。你想，我跟老聂那么多年了，这人要是见不着面啊，也许时间长了，这事情就过去了。咱们也离开天都市就结婚，你不是一直想要个大胖小子吗？哼，咱弄俩。别骗我，别骗自己了，聂明宇能放过你？他不放过我，我还不放过他呢。不好吧？哼，挺好。哎，菜怎么还没拿上来？我就是讨厌你们这公司，讨厌你们公司这些人，更讨厌聂明宇。我是他的仇人，他干嘛对我这么好？这要换成你，你心里头不发毛？其实呢，这个道理也挺简单。如果他们想留你在这儿，那就是想利用你这条命跟刘振汉拼一下。你想，既然是他们有了这个计划，你要是走的话，那肯定是死路一条。如果留在这儿呢，可能还会有别的机会。到时候你恨刘振汉也好，讨厌聂明宇也好，都会有说出来的机会。人家知道天都市现在很多人在等着那个时候，真到了那一天，对你也是个退。我看你是条汉子，所以我跟你说这么多。是去是留，你自己想想明白吧。你先喝着，我上个厕所。
美女和大刘是个大忙人，要不咱先吃吧。他们是大忙人，我的生日呢过了一个少一个。等爸。明义来了。对不起，我来晚，外面塞车。其实我早出来了。爸，你这好，你快忙昏头了。哎，这是送给您的生日礼物。是块玉。你小子还算懂事。你真忙啊。啊，好嘞，来吃吧，吃吧，来。来来来来，先进吧。嗯，念叔，王姨，哎，你们好。陈汉，本局你比较忙呢。哦，陈汉，大小哥买蛋糕，自己来晚了，不客气。哎，二位大忙人在百忙之中，还能想到给糟老头子过生日，谢谢你们啊，谢谢你们。咱们祝聂师生日快乐。来来来，爸爸，爸爸，你等我想起先说句话啊。聂师冯姨，我一直把二郎当作我的生身父母，有这么多年来你们对我的关心培养，我是很是感激的，这辈子也报答不了。我想借着这会儿给聂叔祝寿的机会，家里人都在，想说几句很想说的话。因为现在我经手办的案子已经基本上查清楚了。大刘，今天能不能不谈别的事儿？是不是？张翰哥，今天是我爸的生日，你能不能先不谈工作的事情？哎，正翰这一阵子很辛苦，今天就放松放松，那些烦心的事儿咱们不谈啊。对，哎，来。聂叔生日快乐！今天祝爷爷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来，祝爷爷生日快乐！快起来，生日快乐！来来，祝爷爷生日快乐！好，起来。生日快乐！哎，爷爷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聂叔叔生日快乐啊！生日快乐！小队长还没去睡呢，你这几天不是要辞职吗？谈的怎么样了？干得好好的，辞什么职啊？你以后说话注意点，忙你的去。小队长还没去睡呢，你这几天不是要辞职吗？谈的怎么样了？干得好好的，辞什么职啊？你以后说话注意点，忙你的去。我希望我在有生之年呢，每年咱们都能凑在一起，团团圆圆，欢欢乐乐。阿刘，我还拜托你照顾好你这几个弟弟妹妹，啊，为咱们家人今天一个不落的聚在一起，咱们好好。大伙没喝酒，叔叔也没喝酒。啊，我从来不喝酒。亮亮，爸爸这杯酒也不喝了。聂叔，傅姨，林姨，按说要是公务，我今天是不该，因为是家庭聚会，我来了。人家有句话，我还必须得说。
你们大家都知道，我这一辈子都是聂家给的，我就绝对不会做对不起聂家的事情。可是如果有人做了对不起聂家的事情，对不起百姓的事情，那我就要管，就要问。跟你说，因为都是家里人，所以我说这话不过分吧？不过我觉着我有点不大舒服。老婆子，咱们先走吧，让他们先聊。走吧。这里还有点事儿，我就先走一步了。你在这儿慢慢吃吧。我和明宇也一起先走了。生日，你说这些干什么？你不觉得自己很过分？现在走吗？不，晚上咱们码头上见。等我的电话，我今天要忙一天。张峰，你别走。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噩梦，老觉得要出什么事儿。哎，别瞎想，事情没那么严重。这俩钟准不准？没问题。王队，来，要等到什么时候啊？刘队什么时候回来？都去这么半天了。废话，等着吧。我说抱朴就这么麻烦吗？废话，你以为这是抓你啊？一分钟就搞定，人家可是个大人物。要不然我们去找找看。要是批得下来啊。待会儿他就回来了，要批不下来，你找他也没用。王队，管不了那么多了，要么我带两个人去控制张峰。不行，你上次还没让刘队骂够。那我带两个人换上便装，出去散散心怎么样？少跟我来这套，李总。这会儿刑警队的人要都出去散心了。连傻子都能看出来发生什么事了。再说要出去也不该是你去吧。啊，你俩合适。局长，你在犹豫什么呢？
再不动手，真的像王明他们说的那样，证人就要被张峰他们一伙一个一个的杀干净了。我现在考虑的是怎么向陆国林汇报。干嘛向他汇报？你不向他汇报，他们也会要知道的。嗯，到时候我们可就被动了。而且现在我最担心的还是聂大海，如果他要是不站个立场的话，那你的工作可就太困难了。昨天我刚见过聂叔啊，我知道他是希望退出调查的，但是他毕竟没有说出来，所以他还是很有分寸的，因为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事情。以我对聂叔的了解，他不会。是的，他不会。随着环境地位的变化，人可不会一成不变的。我就冲他在一些案件上私下里给我打过招呼，而且让我要提拔你，替你说清这些事情上看。我觉得他人啊，或者说有些人吧，当触及他要害的时候，他绝对会做出一些出人意料的反应，你要特别小心。我想他请问是陆书记吗？我是庞林月，有个事情我要向你汇报一下。还是关于批捕张峰的事情。决心还不够，你必须把困难想得充分，再充分一些，特别是要
得到你那个聂叔叔，我们的聂市长的支持，这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，知道吗？现在我每走一步，这后边就有一批人拿着刀子盯着我们，他们的能量太大了。而我们办案的最终目的不是一个聂明宇，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把这一撮犯罪分子一网打尽的。所以让你们的聂市长能够知道这个事件的真相，而且来支持我们，这是最重要的事。那天雷雷来已经从侧面向我提醒了这些，但是自从我接手这个案子以来，周明令、王芳、阿强、赵志刚一家、张志强等等已经八个证人被聂明宇和他的手下人给杀害了。我们再不填上天都市这个黑洞，我们还算什么呢？所以这一切我要尽快地向聂叔说明的。啊，你有这个决心就很好。嗯，那聂市长的工作就交给你了啊。有些时候法律不一定都能解决问题。是啊，我想聂叔总不至于糊涂到每丑不分善恶不变，以父子之心不忍心把聂明宇送上断头台，但是最起码的法治观念他还是应该明白的吧。所以我想在适当的时候再去见一下聂叔，让他明白这一切。行，但愿如此吧。那我们就办案子吧。想想，还是同意了他们的意见。你说的对。案子必须了结，不了结在张峰的身上，就了结在明宇的身上。这张峰一旦被捕，那他们市局就没有理由不加案了吧？对，看他们还有什么理由。好，结案以后，我马上调大刘到党校去学习一段时间。大刘是个人才啊。要好好的培养。好，我这就去办。抓捕方案，我刚刚和局长商量了一下，抓捕地点选择在龙腾大厦的张峰办公室和他的几个助手进行。但是我怀疑抓捕消息已经走漏，所以我们要做好思想准备。如果抓捕失败，我们就要投入更多的力量，在全市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围捕了。你们还有什么意见？走漏消息。既然消息已经走漏，那咱们干的不都是无用功啊？管他有没有用，可我们都得干呀。也许人家已经到国外度假去了，咱瞎折腾什么呀？啊！别废话了，刘队，您快说吧。请你们大家相信我，无论这次有没有人走漏消息，张峰是真的逃不出我们的手心了。动起来吧！快快快，快！抓紧时间，30分钟以后开车。
带上，你在这等他就行。启动。哎。派出所各个路口，支援，我们。搜过了，没人。阳台也没有人，楼道也没人，紧急出口也没有。刘队，局长，张峰跑了。我知道了，这早在我预料之中，马上实施第二套抓捕方案。说对，知道。是不是找张总啊？啊。出什么事儿了？没什么事儿，公司方面的事。哎，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？今天早上听说，好像是去码头了。码头？哪个码头？这个就说不清楚。你叫什么呀？我叫陆新明，他们都叫我大陆。刚来。陆西明，挺怪的。哎，我觉得楼下那个保安好像在哪儿见过。这么着逮张峰。好像也不是办法。刘队心里有事儿，没跟咱们说。